煞毋免客气吼。啊，这是啊，阮王爷叫出来。你是二叔，看来我叫二叔的，意想不到，真好哩。啊，好哩是好哩，你敢无感觉人刁难怪我？伊我可怜干嘞，来感觉人规个孤单小小，我啊！好啦好啦，王爷，啊，你安尼讲吼，啊，我就来甲试看卖。会办成功啦，嗯，红包包三十两，等于提升你一个月，安尼你明白？有我哪知？啊，等一下我伊就清醒，哼，我先提到会长，等红包头你的消息。阮王爷吼，普通查囡仔也算是家己有外，哦，啊，这个生了太水。
快加进来，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好不听啊？嗯，三八干那惊嘿，三八干嘛惊嘿啊？三八干惊水，三八干水嘞，过来过来。干嘛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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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大家关心，对不起，男生请好。
来看歌王歌曲非常的多啦吼，先来开一下宴会，隆重的邀请咱现场贵宾来同齐起来叫小新闻的安排好听的歌声，和大家神神来电的邓仪拢会当经营节目，都讲无错听。来，同齐来庆祝着咱的吴信忠，就同齐来庆祝着咱的关心对关心单亲族。晚间节目节目开演，就等咱的女贵宾温暖的捧花声，把咱掌声再来一次，来掌声鼓励。谢谢，我们那边捧花声拍到明亮了。我们新时代的呢，大家都能喊到真多真多新代表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。那么呢，各位呢，新时代的呢，大家们大家好，非常欢迎的那边团，也是呢，中央九组的团，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，今天也跟小杜来直播当陪伴，大家感到真的轻松的阿弥。那么呢，今日是今日今日是，同齐来扣下新闻，搭下新闻，同齐来庆祝咱的吴新彪，也来关心台湾新诞成就。今日呢，咱的关心台湾已经呢，两位进行非常的灵感之好，我们咱的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以外呢，也庆祝咱的神仙来年呢，大家拢会当救灾得灾，救灾得灾，拢会当一本万利，或者会当顺心如意。也依照咱的吴新彪，会当香火鼎盛，信度会当满天下。那么呢，代表咱的今日好，注意以及咱的好，收尾好，团队呢感谢呢，现场神仙来年呢，伫百忙当中呢，来叫小新闻，当小新闻，就挂家当年传承咱今日关心的关好，咱的平安餐，祝福咱神仙来年呢，大家拢会当天寿开开，好结果，门前门后尽在福，食千家老老，免烦恼，会当赚钱，赚到口口口，非常感谢你。那么呢，首先呢，感谢咱两位请主当时叫做人非常的好，特别赞助咱今日的综艺节目。首先呢，直接非常感谢为着咱顺胜弹簧，咱的专业吼，咱制作唱，咱的担当是长，咱叶明当时长，咱担当的伫单位迄支小夹者来，捧我声甲阮民歌拍谱啊，吹者来，掌声鼓励。叶明啊，伫对，迄支小夹者，我是讲迄支手啦。莫也唔着急，阿你无用吼。那嘿，而且非常感谢啊，咱昌盛，咱的吼，咱昌盛吼，韩华企业有限公司，咱的担当不掉吼。有的咱的昌盛弹簧企业有限公司，有的咱担当时长，担一枪当时长呢来赞助咱今仔日的综艺节目，就等咱现场贵宾温暖的捧花声，给我们请两位请坐当时长，拍只捧花鼓励姐来，掌声鼓励，祝福咱两位请坐当时长呢，拢会当安尼吼，非常的非常的吼，非常的天性来赞助咱今仔日综艺节目，祝福咱两位请坐当时长呢，会当生意兴隆，同时还财源滚滚，拢会当不断来。